大家好，我是萌新超人啊，很久没玩蛋仔啦。听说有免费的皮肤送，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呢？就是这里了吧，小灰灰免费送。这个小灰灰是灰太狼的儿子吧？还蛮可爱的耶。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零元购了吧？真的是零元吗？超人很久没来了，你可不要骗我哟。这十款皮肤都给我吗？超人不是在做梦吧？好的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每位玩家仅有一次机会，请慎重选择。我就说怎么可能全送嘛，十选一啊，好艰难的决定啊。我该选哪个皮肤呢？哎，僵尸博士。植物大战僵尸什么时候和蛋仔联动过啊？这里居然有僵尸博士的皮肤。作为一个资深 PVZ 主播，都已经被我见到僵尸博士了，怎么能不选呢？毫不犹豫直接拿下。这个长相倒是有点，怎么感觉有点亏啊，十选一我选了个最丑的吗？去玩一把派对试试，看看僵尸博士厉不厉害。作为一个 PVZ 主播，感觉我找到了本命英雄啊。哇，遥遥领先。这么久没玩，没想到我的技术还是这么菜。传送球直接跳到对面，哎呀失败。怎么感觉那个球被我扔下去了？这是弹簧绳来，哎呀又下去了。因为超人的失误已经落后很多了，虽然见到终点了，但是拿不到第一名也是很不开心的。终点之前你都给我撞下去了，什么呀？勉强挤进了第二关，淘汰八个蛋仔，看我表现。就过关了，我啥也没做啊。第三关超人稳定发挥，僵尸博士一路领先到达终点。来了来了，回归后的首秀，僵尸博士皮肤的首秀，能否夺冠在此一举啦！冲啊，为了胜利丢出扳手，我打来瞄准扳手，看样子还得找找感觉，丢不准呢、啊、接个地雷我放，拿个咸鱼，哈哈哈，咸鱼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信不信我用咸鱼把你们全部打下去。哎呀，咋变成弹板了？这属于自残了一波。上把丘比特之弩打了个啥呀，什么都没打中。哎呀，有个小蛋仔跑得还挺快，放你一马，捡个炸弹准备。人呢？我还没发力呢，怎么就夺冠了？这算是比较丑陋的夺冠吧。严重怀疑其他蛋仔是被我的僵尸博士给吓出场的。